Oh my. Is that gonna save?直接过来找找找找他们的中单，先不往草丛走啊，因为草丛他们可能会打野一起站。找到中单了，先突他一下，往前走，不用怕他跟他站住，直接站着不动，甚至我们还要往前追啊！ First blood. 为什么一级赵信能出现在这个地方啊，兄弟！蒙多医生，蒙多医生，看一下野区，蒙多医生，蒙多医生，蒙多医生，我来杀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 还想跑，哈哈，交闪现，主播就是给他E的，他让他给他一种能跑的嗅觉，然后我们马上升二级 ，W 刚好刷新 Q 技能 CD， 直接把他带走，好吧。他一级还进我们的野区，从我们野区这边穿出来了，真的很搞笑哎，就觉得针对主播真的有用吗？老铁，把把被针对，主播哪把被针？ 有哪一把被针被针对爆炸了？还是不懂吗？啊？有用吗？有用吗？啊？有用吗 ？W 起飞，砰！OK， 打了个闪现，好吧。可以，对位压制已经打出来闪现了。我们这把点的是风暴狙击加巨人杀手，我不知道怎么说啊，兄弟们。 先尝试着喷他一下，我要把他的 W 护盾和骸骨破了，顺便可以骗一下他的 E， 他如果 E 上来没 E 中我的话，他就死了。来 E 技能加虚弱，直接挂，直接 A， 直接 A 再 A 死，丝毫不拖泥带水，好吧，没有一丝多余的操作，兄弟们，这波单杀满分10分，你们能给多少分？一个大招直接砸。 OK， 汇局8层的星辰之力，直接回家，就是这么优雅，兄弟们，就是这么优雅。第一件做炉灯，预购上。这把不过我说实话，这把做冰杖，对面会能把对面恶心死，可能第一件还是冰杖好一点。再最后尝试一下，做炉灯的话，汇局星辰之力真的是巨快无比啊！ 因为伤害前期伤害特别高，然后E技能 CD 也特别短。来，老样子，差不多六级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先吐下炮车兵，我们就可以无视对面中单一直推线了。不用抓，不用抓，老铁，我的中单不需要打野的，后期团战才开始有用。回家了，炉灯了。 哎呀，不是他这个打野有病吧？怎么老是遇到这些狂犬病打野啊，兄弟们！闻着味儿就来了。OK， 7级了，无限发育了，现在。 38层，这一把有望在支援团之前做出天赋了。哎，骗了个大招，兄弟，他不服，能干吗？好像没闪现，没事没事，很赚。哦，可以，好高，大招天赋 ，nice， 双杀双杀，别勾我 ，nice。
双杀了，你往哪边跑啊？三杀有吗？蒙多医生，蒙多医生怎么又不来啊？三杀三杀，哎，不用蒙多医生，蒙多医生是内奸。蒙多医生真的不好恶心啊，老是不来。你们看加强明显吗？很厉害啊，现在加强。龙王已经晋升成为版本 T0 了，兄弟们赶紧学吧。版本 T0 的柱形龙王啊，先 Q 技能破骸骨加破盾，我们主要是杀赵信啊，来直接残血 W 起飞。怎么说？不是，你倒是往前顶那么多医生，我们等下个一技能直接会可以弄天赋了。队友这波动先锋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直接赶紧打掉。打掉的话，我们去支援小龙团，刚好有天赋，无敌了。天赋已经拥有天赋，来，现在基本上都是五分钟之前就有天赋了。我靠，这个加强真的无形之中还影响到了我们的叠星辰的这个速度啊！直接开起来，随便开这一波，我们有天赋，直接动起来。叫队友来一个一技能，放在中间帮你挡杀一下，他们都不敢过来。来大招天赋直接给，你在跟谁作对？你在跟谁作对？中门对狙我再也不会输啦，改版后的龙王中门对狙我再也不怕啦，不怕不怕啦。回家回家兄弟，什么卡莎加个猫打不中门对狙，拼不过一只龙王，兄弟们，这就是改版的龙王吗？哎呦，太美妙了，太美妙了！我靠，什么果子吃起来，大招虚弱给起来都打不过龙王啊！我靠，太美妙了，这种感觉，我是最强狙击手。哎呦，你又来了，挂虚弱，平 A。怎么说，他有没有大招？没大招，平 A 好控制。 W 起飞，这波两个我都要扛塔，扛住扛住扛住， nice， 玩得好啊，泰坦深海泰坦玩得不错嘛，太 beautiful 了，你这个泰坦我认可了啊， RNG 首发打野。来来下路下路，蒙多医生在跟别人火拼呢，黑帮黑帮教派蒙多医生直接斩杀，看到没兄弟们，这是伤害，出什么兵杖啊，出什么兵杖啊，有这伤害还要什么减速啊。 OK， 给你们看看这把极致的爆发，什么叫做极致的爆发，快跑 RNG 首发打野，你快跑啊，你不要死啊，我来了我来了，救世主来了，一个大招直接命中一个小叫什么来着，小加里奥。 OK 双杀 W 起飞，来，我这个伤害跟你开玩笑吗，小诺手打断我有用吗，无用，直接贴脸跟战士打了，兄弟们现在直接什么诺手都是直接秒杀的。下半区存在表演，是的，哎，主播一杠十龙王，哎，我这龙王一加强没有对手了，兄弟，真的赶紧学，兄弟们不要被别的主播拿去偷学了，你们赶紧学啊，到时候全是在用龙王偷偷上分的了，兄弟们赶紧学吧，到时候龙王别被削弱了，我说白了，别龙王别被削弱了。这个英雄玩好了绝对会跟别人拉开差距的，就像之前没改版的龙王一样，就是说有可能有一个人玩了无数场也没有你有理解，就是很难解释，就跟龙王之前像主播的代表英雄一样，别人再怎么练跟主播就是有差距，好吧，现在主播有信心把龙王再次练到这种境界。
再次让他成为主播的代表英雄，让大家知道谁是真正的龙神，兄弟们，无敌了，已经，赶紧学起来，赶紧学起来，趁现在没有被削弱之前，别让他被主播玩削弱了。 A 下塔，我们 A。OK， 继续叠星辰之力，现在十分钟将近200层的星辰，可以吧，兄弟们？十分钟200层，算合格吗？直接打，直接打，别怕！没有啥实力啊，老弟。我说白了。我先走了啊。趁没削弱赶紧玩，兄弟们，龙王，趁没削弱赶紧玩吧。我感觉真的会被削弱，有点好像有点太强了。之后我就要用龙王去打高端局了，做个推推棒。之后你们就会看到主播在拿龙王在高端局，什么 rank 第一 rank 第二 rank 第三 rank 前五这种局用龙王大杀四方，直接秒杀，好吧，多的不说，直接秒杀。 E 技能只要放到一个差不多合适的距离，加上 Q 技能直接就是斩杀，跑不掉，跑不掉一点。OK， 直接被主播塔投降，太简单了，兄弟，这就是新版龙王吗 ？OK， 觉得主播玩的还像个人的话，有你们兄弟们一半实力的，可以给主播点一个免费的关注，可以参与一下左上角的钻石福袋啊！又是拿下一把 MVP， 来下一把。